近日，吉林四说，湖北襄阳某广场停车场内多辆正常停放的车被划伤，民警通过监控找到了划车女子。据了解，这位大姐是嫌停车场内的车辆妨碍了他们跳广场舞，就想通过划车的方式让车主知难而退。目前这名女子已涉嫌毁坏他人财物，警方正在对双方赔偿事宜进行调解。遇到事情好好说话，相信法律，多多沟通，都为社会服务一辈子了，怎么到退休了这个道理咱还没学明白呢？